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自然界中的神奇景象你见过多少呢？当然，自然现象在我们的印象中无非分为两种，一种可以用科学解释，一种暂时不知道怎么用科学解释，而后者往往更引人注意。毕竟只有无法理解的事物才能更给人一种惊奇有趣的感觉。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两种十分怪诞而且科学还完全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第一种，织网术，可以说是巴基斯坦的一番奇景，每到发洪水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景象，成千上万的蜘蛛躲到树上避难，当洪水退去后，这些树缓缓从水中浮现出来，就已经是这副模样了。讲真，要是想在这里拍个恐怖片，估计都用不上什么特效合成，这实景就是电影特效了。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科学家们也无法给出合理解释。虽然这中间产生协作关系确实让人很难理解，但似乎只有这种解释可以说得通。第二种，泡沫海，这个奇景来自英国的一条海岸线，这块海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常年被泡沫所覆盖，从高处看上去白茫茫的一片，像是地上积攒的雪花一样，要不是海水涌动的话，真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片雪地。事实上，这种景象是来自海面上自然形成的泡沫，在海风和潮涌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这种景观。这两种景象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一见的，要是碰上的话，小伙伴们千万别忘了合照留念呀。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